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无心捡漏。今天依旧在这大哥的古玩店里逛一逛。那个苏联的啊，这是一件做工非常非常细致的苏联纯铜老挂饰。高富家，这大葫芦呢？这个折扇，还有这个片儿，你说这个？这个对这个，我一把好扇，这把扇子是日本的老折扇，这个扇面没有什么价值，但是这个扇骨是老扇骨，包浆浑厚，有点价值。这多钱呢？这个100块钱。这个呢？这个、坏了，这个。坏了不知道，我问你。这是一个老的玳瑁的材料，玳瑁是一种海龟，这个是海龟的壳，这种海龟现在已经禁止猎杀了，新的玳瑁也不让售卖了，但是这是个老的玳瑁材料，应该有180年了，现在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标本。很多人来古玩城都想买国宝，但是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，在古玩城买国宝的几率几乎是0%，而且真品率估计也会低于5%。对于一个刚入古玩行不久的小白来说，这个古玩行处处都是坑，但是对于一个总来淘货的古玩商来说，这里很多都是赚钱的机会。肯定有人反驳说，有些仿品可以以假乱真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件藏品一方面有一点点疑问，就不要出手。首先得先学习，然后多上手，稳扎稳打买一些自己能看得懂的，慢慢积累经验。感谢收看本期的无心捡漏，让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、转发、点赞，谢谢大家。